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系统总结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撰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融理、法、方、药于一体，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尊称为医圣。唐宋以后，《伤寒杂病论》分为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大家好，我们上课。前些时间我们把三阳病的太阳病和阳明病都谈完了，我们今天接着讲三阳病的最后一经病少阳病。我们在讲少阳病的原文之前，仍然要把少阳病的大概情况做一个介绍，这就是我们所要谈到的少阳病的概说。第一个问题，我们谈少阳病的病变的部位。从《伤寒论》的原文来看，少阳病它涉及到了足少阳胆经，涉及到了足少阳胆腑，也涉及到了手少阳三焦。手少阳三焦，从少阳病的原文所描述的症候表现来看，主要涉及到三焦腑的病变，而没有明显的三焦经脉受邪、精气不利的这种临床特征。所以我们说少阳病的病位涉及到足少阳胆经、足少阳胆腑和手少阳三焦腑。从少阳病的成因来看，不外是两大方面，一大方面是少阳本经受邪，因为经脉是循循于人体的体表的，它直接和外界接触，所以它可以直接感受外来的风寒邪气而发病，然后邪气循经入腑，这就形成了少阳病。少阳病的成因的第二个方面是邪由他经传来，哪一经的邪气容易传少阳呢？首先是太阳，因为太阳是主表的，体表的这个第一道防御外邪的防线被邪气所突破以后，形成了太阳病。如果太阳病失治或者误治，邪气就可以传其他五经，所以少阳病的成因之一是邪由太阳传来。少阳病的成因之二，由于少阳和厥阴相表里，当厥阴阳气恢复的时候，可以出现厥阴直邪外出少阳，我们把它叫做脏邪还腑，阴病出阳。我们在讲太阳病的时候，谈到太阳病的成因，可以是少阴阳气恢复以后，少阴的脏邪还腑，阴病出阳，由少阴外出太阳。我们谈到阳明病的时候，说阳明和太阴相表里，所以阳明病的成因呢，也可以是由于太阴之邪啊，脏邪还腑，阴病出阳。但是少阴传太阳的原文，太阴传阳明的原文，我们都要在三阴病篇谈到，要分别在太阴病篇谈到，在少阴病篇谈到。因此少阳病的第二个少阳病成因之一是厥阴之邪外出少阳，是脏邪还腑，是阴病出阳，这个成因呢，我们一样将在厥阴病篇来谈。为了使大家能够很好的理解少阳病症候的基本病机，所以我们有必要来复习少阳的有关生理。复习生理的时候，我们也是从经脉、从脏腑、从阳气这三个角度来谈少阳的基本生理。从经脉的角度来讲，
我们主要讲的足少阳胆经。足少阳胆经行于人体的头身两侧，凡是一侧，头的一侧，身体的一侧，胸胁部，这都是少阳所主。太阳经脉行于后头部、颈项部、后背部，头向后背，所以头向后背被邪气，头向后背的肌肉筋脉的痉挛的这种症候，我们认为是太阳经脉受邪，头向降痛，向背降紧紧，这都是太阳经的病。阳明经脉行于头面胸腹，所以他额头疼痛，满脸通红，目痛鼻干，夜卧不宁，以致上焦热郁，上焦的栀子豉汤症，热在中焦胃热弥漫的白虎汤适应症，热在下焦阴虚水热互结症，我们都把它看成是阳明经循行部位的一些症候，那都属于阳明病。如果是偏头疼、胸胁疼痛，那么这就属于少阳经所过的部位，那是少阳经脉受邪。我们在了解少阳经循行部位的时候，还应当注意少阳的经脉络肝属胆，这就沟通了肝和胆的表里关系。肝和胆脏腑相连，经脉相互络属，在生理上它们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把它叫做肝胆相表里，在病症上它们会相互影响。少阳之邪不解，可以传厥阴，厥阴阳气恢复，可以脏邪还腑，可以阴病出阳。我们还应当注意的是足少阳的经别，经别我们以前都谈到过，是十二经脉别处的一个分支，它的循行特点入季邪，步胸腔，过心脏，有季邪，有胸腔，有心脏，所以少阳病才有心烦喜呕、胸胁苦闷啊，有胸有邪，胸胁苦闷，入季邪，邪字应当是这个字吧？啊，入季邪，步胸腔，少阳精气不利的时候，少阳经脉受邪，精气不利的时候，可以有胸胁苦闷。少阳病有心烦喜呕，有心烦，那么正是由于足少阳经别过心脏的缘故。在30多年以前，我在医院做住院医生。我们的医院是一个中医的医院，协和医院是一个西医的医院。协和医院的心内科和我们医院的心内科相互协作，我们呢就治疗一些冠心病的病人，用协和医院的西药的治疗方案，当然我们也用我们的中药的治疗方案，中西医结合。协和医院的心内科他用他们的西医的治疗方案，他用我们的中医的中药的治疗方案，这样来搞协作，来观察病人。我们在观察病人的过程中呢，发现有一部分冠心病的病人用我们的中西药物的这种治疗方案，这种常规的治疗方案，或者说叫群体化的治疗方案，有一部分心脏病的病人心绞痛疗效不好。然后我们再仔细研究说这些病人为什么疗效不好，发现他们或者有慢性的肝病，或者有慢性的胆道疾患，比方说胆囊炎呢、胆道结石啊、胆囊息肉啊等等。而这些病人呢，当他们这些肝胆系统的病症比较重的时候，心脏症状也明显加重；当他们肝胆的症候比较轻的时候，哎，胸闷呢、心绞痛的症状的发作的次数或者程度也明显减轻。于是乎，我们就想到了对于这类的病人呢，我们是不是应当转头去治疗他的肝胆疾患。结果我们发现，把肝胆疾患经过治疗有明显好转以后，这些冠心病心绞痛的这些病人心绞痛的发作几乎非常非常少，或者说就基本缓解了。而再去用心电图做检查的话，心电图都有所改善。所以那个时候协和医院的心内科主任说，哎呀，看起来这些心脏病的病人，或者说这些冠心病的病人，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叫做胆心病啊？你看，从心脏病的角度来说，我们听说过肺心病、先心病、风心病、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没有听说过胆心病。
可是我们协和医院那个专家啊，那个西医内科专家看到了这么有很多一部分病人，他是慢性的肝胆疾患，结果出现了心脏的心绞痛的症状。而治疗肝胆疾患治好了之后，心绞痛的症状也缓解了，所以他就提出了胆心病的概念，提出了心胆相关的概念。实际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说，早就有心胆相关的概念，而且心和胆是通过什么来联系的呢？通过经脉来联系的。所以这就跟我们在临床上治疗某些心脏病提供了另外的一个思路，从肝胆来论治。这是我们从经脉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注意它的经别和胁和胸有联系，和心脏有联系。下面我们谈一谈胆腑。胆腑的生理功能，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这就是藏精之，喜疏泄，主决断，即象火。胆腑所藏的精之是肝之余气所化，胆汁是在肝脏里头生成的，胆囊只不过起到了一个贮存胆汁然后排泄胆汁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它是藏精之。藏精之和喜疏泄的功能相结合，它的精汁排放有规律，该排的它就排，不该排的它就贮存着。比方说我们吃过饭以后，胆囊收缩，胆汁排入十二指肠来促进消化，我们不吃饭的时候胆汁就贮存起来啊，等着下次吃饭的时候再集中使用，这就叫精汁排放有规律，该排的排啊，那么该贮存的就贮存。这个功能是靠胆腑藏精汁主疏泄的功能来实现的。所以我经常提倡要吃早饭，有好多中学生不吃早饭，有许多成年人也不吃早饭。我曾经随访过大约有20例胆道结石的病人，这20例之中有10几例是长期的不吃早饭。你想想，这一夜胆汁的贮存，早晨再不吃饭，甚至连一口水都不喝，就匆匆忙忙的上班。所以胆囊中的胆汁贮存在胆囊中，没有机会去排泄，你只有一吃饭胆汁才能够排泄，那么就淤积在胆囊，淤积的时间长了，胆盐沉积，那就有可能形成胆结石。所以不吃早餐，我认为是诱发胆囊结石的可能的一个诱因。精汁排放有规律，它对哪个脏器有影响呢？这个时候则阳明之气可降，太阴之气可生。也就是说，少阳胆藏精汁和主疏泄的功能，它关系到阳明之气的降浊，太阴之气的可生，也关系到阳明的受纳和太阴的运化和消化系统有密切的关系。阳明属于里，太阴也属于里。你看少阳胆腑它的功能的正常和理气的升降，和阳明太阴的受纳和运化功能有密切的关系。胆是主决断的，肝是主谋虑的，而胆和肝喜疏泄的功能，除了促进消化系统的机能之外，还有调畅情志的作用。肝胆能够正常的疏泄，胆气不虚，这对人的情绪、心情和思维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从精神来说，精神愉悦而少忧郁，肝胆能够正常的疏泄，少阳胆气不虚，
他能够正常的主决断，他的精神就愉快而少抑郁。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忧郁症的病人，他们大多是在先天的心胆阳虚气虚的基础上，稍稍受到一点外来的这种刺激，他们就不能够承受，就不能够疏泄，于是乎导致了精神的忧郁。从心情的角度来说，少阳疏泄功能是正常的，主决断的功能是正常的，那么他的心情就轻松而少焦虑。有许多人天生的心胆阳虚，心胆气虚，胆小，容易紧张，容易焦虑，一到考试的时候手脚发凉，心慌心跳变快，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中没有更多的魄力，唯唯诺诺，裹足不前。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心胆阳虚气虚，起疏泄啊，疏泄无力，决断无力。当然主疏泄的功能正常，主决断的功能正常，他就思维果断而少犹豫，犹豫的这个欲我写的对吗？啊，就是有许多人，他可以对一件事情可以想出许多的处理的方法，但是他就是决定不了我采取哪个方法最合适。这个有一个学生上本科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他来找我说，老师，我们班上有两个男同学喜欢我，您看看我和哪个同学好是好啊。我说我不了解你们同学的情况。说老师，您从头到尾跟我们班同学上课，那你应当对我们同学更了解一些。我说你天天和同学接触，那我只是上完课就走了，那我跟你决定不了这件事情。好，最后毕业分到外地，走之前又去看我。我说你最后怎么决定呢？说老师，我决定不了，我实在犹豫，我觉得两个各有长处，最后一个也没要。毕业两年以后考回来，考到另外一个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呢，他又来找我说，老师啊，我新交了两个朋友。我说你怎么交两个呀？一个就都够你忙的了。他说都是他们找的我呀，一个是美国人，哎，一个是中国人。我说那你怎么选择？他说你看我把他的资料都给您带来了，有照片，有他们的简历，这好像是做政治审查一样，说您看你能不能帮我决定一下选择哪个。我说这个我可不能决定。好，硕士毕业的之后还是他一个人走了，现在晃悠晃悠已经45岁了，还是他自个儿。他就是这样胆气虚。所以有一天呢，他看了我一篇文章，他看了我一篇文章，我那篇文章是写精神忧郁症的，他拿着这篇文章来找我说，老师，我现在觉得我都40多了，这个夜没力家没成啊，平时做什么事情都胆小很害怕，现在也思维迟钝，动作也迟缓，正像您写的这篇文章所说的，我是不是得了精神忧郁症了？我说你现在还不是精神忧郁症，你只是不过是有精神忧郁的倾向，你最主要的就是天生的心胆阳虚气虚，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是优柔寡断，所以这种情况就属于他先天的主决断的功能差所造成的。所以少阳病涉及到精神情志方面的症候，因此我们讲治疗少阳病的主要方剂柴胡剂常常用于临床上治疗一些精神情志方面失调的症候，这主要是和胆喜疏泄、胆主决断、具有调畅情志的作用，这个生理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胆所寄的象火，我们说五脏六腑的阳气都叫火，除了心中的阳气我们叫君火之外，其他脏器的阳气都叫象火。这个象火是不亢不烈的，不亢不烈，一会儿我们会提到，因为它的阳气是一阳，是小阳，它所记的象火就是阳气，不亢不烈。它的作用部位呢是全身的，对五脏六腑
的新陈代谢有温煦长养的作用，对五脏六腑的新陈代谢有温煦长养的作用。也就是说，五脏六腑的新陈代谢要想旺盛，要想活泼的话，它依赖少阳降火的、少阳益阳之气的这种促进。所以《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五脏加六腑合起来是十一啊，十一脏实际上就是指的五脏六腑，它们的功能，当然它们五脏六腑各有各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要活泼起来，要活跃起来，靠少阳益阳之气的促进。下面我们谈谈手上养三焦。三焦这个焦字，六书怎么说的呢？六书这本书说焦翻之进炭也。用火来烤，烤到接近碳化的程度，这就叫焦。我们所说的焦炭啊，不就是把煤隔绝空气以后加热，使它燃烧到最好的程度，杂质都去掉了，如果继续燃烧的话，能够放出最高的能量。所以这个焦就是燃烧的意思啊，就是燃烧的意思。人体内的燃烧实际上就是能量代谢、能量转换。三就是多的意思，人体全身多处的啊，人体全身多处的具有能量转换、具有能量代谢的这种场所就叫三焦。所以古人用三焦这个词用得非常有意思。每一个细胞都有能量代谢和能量转换，每一个组织都有能量代谢和能量转换，每一个器官都有能量代谢和能量转换。凡是有能量代谢、能量转换的场所都是三焦，所以全身无处不三焦，全身处处是三焦。后世有的一家要找三焦具体的形态，那么这是对中医古代著作的一种误解。实际上它是指的一组功能，全身各个细胞、各个组织、各个器官的具有能量代谢的这个功能、能量代谢的场所都叫三焦。《黄帝内经》说得非常明白，三焦是元气之别使。元气是什么呀？元气就是能量啊，能量代谢的场所就叫三焦，既是能量代谢的场所，也是能量转输的途径。而我们中医不用能量这个词，用气、用水、用火，水火气机的通道。所以三焦是水火气机的通道。我们在太阳病篇曾经引过一句话，说三焦膀胱者，凑里毫毛其硬。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吧？所谓三焦膀胱者，凑里毫毛其硬，是说三焦和太阳主表的关系。太阳的阳气化生于下焦，在肾阳的温煦作用下，通过膀胱的气化，化生太阳的阳气。太阳阳气通过膀胱经脉，也通过三焦向体表输布，输布到体表以后，起到温养肌表、调节体温和防御外邪的作用。因此《黄帝内经》说三焦膀胱者，三焦府和膀胱府，凑里毫毛其硬，和凑里毫毛的正常生理功能、凑里毫毛的正常的胃外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当三焦气机调畅的时候，太阳就表气调和。三焦气机调畅，太阳表气就会调和。可见从少阳府来说，胆府精之排放有规律，阳明之气可降，太阴之气可升，阳明可以受纳，太阴可以运化。少阳三焦气机调畅，太阳表气调和。你看看这个少阳，它不主表，它也不主里，但是少阳气机调畅和表也有关，和里也有关。我们接着看少阳的阳气，少阳的阳气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相火，它的量怎么样？它的量不多，在三阳中它的阳气的量最小最弱，叫一阳，叫小阳。后世医家把它叫做右阳，把它叫做至阳，把它叫做嫩阳。凡是稚嫩的幼小的这些词都用来形容少阳阳气的这种量，说它不亢不烈。这个词我们刚才谈过，不亢不烈，如日初出，但是却是蒸蒸日上，这就是少阳阳气的特点，是个小阳，是个弱阳，就像小孩一样活泼好动。你说他有多大的力量？他没有力量，他不亢不烈，就像出生的太阳一样蒸蒸日上。那么他作用部位，是全身的。我们刚才说过，少阳所忌的相火对五脏六腑的新陈代谢都有促进和调节作用，所以说它的作用部位是全身的，它有对全身有温煦长养的作用。对全身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都有温煦长养和促进作用。那这样的话，我们回忆一下，为什么说太阳主表呢？是因为太阳的阳气运行于体表，它起到了一个温煦极表、调节体温、防御外邪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太阳主表，主就是管的意思呀。而体表的阳气被风寒邪气所伤，我们理所当然可以把它叫做太阳病。我们为什么说阳明主里呢？因为阳明的阳气作用于胃肠道，胃肠道中的阳气我们把它叫做阳明的阳气，它有腐熟水谷的作用，腐熟水谷你需要热能吧，它有变化糟粕的作用，你把水谷的渣子变成糟粕它需要热能吗？哎，所以说阳明主里，因为胃肠道是人体最内部的器官。大家想一想，阳少阳的经脉在人体的一侧，少阳的胆腑在人体的一侧，可是少阳的阳气的作用部位是哪里呢？少阳阳气的作用部位是全身的啊。三焦气机调畅，三焦也有阳气，三焦也有相火，三焦相火通达，则太阳表气调和，和主表有关。胆腑气机的调畅，胆腑相火的旺盛，和脾胃之气的升和降，脾胃之气的受纳和运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它和主理也有关。因此少阳既不单独主表，也不单独主理，但是和主表也有关，和主理也有关。后世为了区别和主表主理的不同，就把它叫做少阳主半表半里。那么这个半表半里不是一半表一半里，是不是一半表一半里？
如果是一半表一半里的话，表证我们用桂枝汤，里证我们用白虎汤，用桂枝汤和白虎汤合方能治少阳病吗？不能。所以半表半里不是一半表一半里，也不是表里之间的夹界，表里之间的夹层。有的书上就说，少阳外进太阳，内临阳明，处于表里的夹界，表里的夹层。所以有人就说了，太阳主表，皮毛为表，阳明主里，肌肉为里。那么少阳是什么地方呢？皮里肉外的那层脂膜就是少阳，那就是那层大肥肉受邪了，那就是少阳病，对吗？显然不对啊，显然不对。有人说太阳主表，疏窍为表，阳明主里，胃肠为里，内服下水就属于阳明。那么少阳在哪里啊？疏窍之里，胃肠之外，那就是胸腹腔，是说胸腹腔是少阳所主管的部位，这个理解对吗？显然也不对，是吧？我们说少阳经脉虽然在人体的一侧，少阳胆腑虽然在人体的一侧，但是少阳阳气的功能，少阳相火的功能，它是作用于全身的，外可以合太阳，内可以合阳明和太阴。这就像我们这个门，门的轴是装在一侧的，门的外面我们可以比喻为太阳来抵御外来的风寒，门的里面我们可以比喻作阳明来保护房间内的温度。而少阳经和脏就像门的这个轴一样，是装在门的一侧，但是少阳这个一侧的这个门的合叶的这种灵活的运转，却关系到这个门的开和合，所以我们不如把它叫做少阳主疏。啊，我们不如把它叫做少阳主疏。少阳就像门一边的这个门轴一样，门轴能够运转，它的运转调畅通达，啊，门在外可以开，在里可以合。我们人体的少阳经和少阳胆腑虽然在人体的一侧，但是它的气机畅达，也包括三焦气机的畅达，那么就表气调和，里气调和，这就是少阳。这样的话，我们就应当正确理解这个半表半里。所谓半表半里是区别于表里，但是和表里都有关。半表半里者，非表非里也，不表不里也，不是一半表一半里，更不是表里之间的夹层。关于少阳的生理，我们就介绍这么多。第四个，我们谈谈少阳病的特点。和症候分类，先谈谈的特点。少阳病也可以有经症，也可以有腑症。携带经脉的那就是经症，携带脏腑的那就是脏症或者腑症。但是对于少阳病来说，常常是经腑同病，少阳病的特点是经腑同病。你看太阳病经表症，中风伤寒是独立的症候，虚水虚血是腑症，也是独立的症候。阳明病胃热弥漫的白虎汤症，胃热弥漫筋气两伤的白虎加人参汤症，前代医家有人把它叫做阳明热症，也有人把它叫做阳明经症。这里所说的经呢，是泛指浅表的啊，泛指浅表的症候都可以笼统的叫做经，它是和那个腑症相对而言的。而阳明腑症呢，有腑实症，有脾约症，有金匮变节症，还有阳明虚血症。经症和腑症都是分开的。对于少阳病来说，经脉受邪的症候和胆腑三焦受邪的症候常常同时发生，在治疗上也都用小柴胡汤一个方子来治疗，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
我们在第一个特点上啊，应当加一个易经腹痛病。第二个特点，易气郁，易化火。为什么它容易气郁？因为少阳本身是主疏泄的，它一旦得病，它必然就要疏泄不利，所以我们治疗少阳病要抓一个郁字，一定要疏郁。为什么易化火？因为少阳内藏相火，它所藏的这个阳气不亢不烈，但是蒸蒸日上，一旦有邪气郁遏了厥阴相火，它就特别容易化火。所以我们治疗少阳病要抓一个郁，要抓一个火。第三个特点，易生痰生饮生水。少阳病为什么容易生痰生饮生水？这和手上阳三焦腑受邪之后气机失调是密切相关的。三焦是水火气机的通道，特别是三焦是水道，三焦为水道，所以一旦少阳受邪，三焦水道不利，水邪内流，它必然就要生痰生饮生水。当痰饮水湿内生的时候，反过来又阻滞三焦气机，阻滞少阳气机，加重了少阳气郁的症候，加重了少阳郁火内盛的症候。所以我们在治疗少阳病的时候，不要光想到了气，也还要想到痰饮水湿的问题。少阳病的第四个特点是易伴发太阳阳明太阴之气不和，这个非常好理解。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三焦膀胱者凑力毫毛其应，三焦气机畅达则太阳表气调和。现在少阳受邪，三焦不畅，很容易影响太阳之气的输布失调，那就可以伴发太阳表气不和的症候。我们刚才也说了，胆腑是藏精汁的，是洗疏泄的，主疏泄的功能正常，藏精汁的功能正常，精汁的排放是有规律的，那么太阴之气可升，阳明之气可降，阳明啊可以受纳，太阴可以运化。现在当三焦胆腑受邪，气机郁遏而化火的时候，必然也容易影响阳明和太阴之气不和。所以这就是少阳病的四大特点。我们在治疗少阳病的时候，这四大特点应当紧紧的啊抓住，应当都考虑在内。少阳病的分类，一个是经症，一个是辅症。对于经症来说，就是足少阳经脉受邪之后，少阳经的阳气被郁的一组症候。它的主要表现可以是目赤、耳聋，这都是少阳经脉所过的部位，胸胁苦闷，往来寒热，为什么往来寒热我们把它归属于少阳的经症？我们在讲往来寒热这个症候的时候，我们再具体的谈。你看，这都是少阳经脉所过的部分。腑症来说，像口苦，这是胆火上炎的表现，像咽干，这是少阳郁火伤津的表现。像目眩，这是少阳郁火上扰清窍的表现。心烦，这是少阳郁火扰心。喜呕，这是胆腑郁火犯胃。默默不欲饮食，这个默默是
精神忧郁、心情不爽快的一种自我感觉，这是少阳胆火内郁、情志不爽的特征。至于不应饮食，那正是胆火犯胃、胃气不和的表现。但是对于少阳病来说，经症和腑症往往同时啊，往往同病，经腑症往往同病，所以在治疗上都用小柴胡汤，用小柴胡汤。统一治疗，用小柴胡汤统一治疗。统一治疗，我在这写统治，在治疗上用小柴胡汤统一治疗。除此之外，少阳还可以有兼症。本来少阳本症中就可以有兼症，比方说兼轻度的太阳不和，兼轻度的阳明不和，兼轻度的太阴不和。但是有时候这个兼症特别突出，我们在这可以说有兼太阳的，有兼太阳表症的，光用小柴胡汤在治疗上就可能有些困难，那我们就要用柴胡汤来配合解表的方子，治疗太阳病的方子来治疗。可以兼太阳表症，可以兼阳明理实，那光用小柴胡汤也不行，那就配合承气汤类来治疗。像大柴胡汤，它就是小柴胡汤去掉补的药人参和甘草，然后加上半个承气汤，那就是兼阳明理实。还可以兼太阴脾虚，像柴胡桂枝干姜汤，它就是少阳不和兼有太阴脾虚，又兼有津液不足，还可以兼心神不宁。由于少阳经别是过心脏的，所以当少阳郁火上扰心神的时候，出现了突出的心神不宁的症候，那光用小柴胡汤也是不行的，那就应当加镇心安神这种药来治疗。所以这是我们谈到的少阳的兼症。少阳病的主要症候的分类我们就介绍这么多。第五点，我们谈谈少阳病的治法和治进。我们说太阳主表，太阳的阳气向体表输布，太阳的阳气怕什么？他就怕寒邪闭表，其气未闭，寒邪一闭表，这就形成了太阳病。所以治疗太阳病呢，应当发汗以起闭，太阳主理，这个阳明主理，阳明的阳气怕什么？因为阳明的阳气是以降为顺，是以通为用，所以阳明的阳气怕的就是亢盛啊，他怕亢盛。所以在治疗阳明病的时候，就用清下以平其亢
用清法用下法来停阳明的邪热的亢盛。少阳主疏，我们在这里不用半表半里这个词，免得人们误会把它当成一半表一半里，或者把它当成表里之间的夹界。那夹界这个词很不好理解，所以有人就讲了，说这个门的外面像太阳，门的里面呢是阳明，说门中间那个夹的那个空的地方就是少阳，这个理解是错的啊。我们说经络，少阳的经络，少阳的脏腑虽然在人体的一侧，就像门的合页，门的轴在门的一侧一样，但是少阳枢机的畅达却是关乎到表里内外气机的畅达，就像门的轴运转灵活的时候，却关系到这个门的整个开合的灵活啊，开合的灵活一样。所以少阳主枢，我们把它写成主枢，它的气怕什么？就怕郁啊，门轴不转了，其气为郁。那么治疗少阳病用什么方法呢？那就应当用合枢机解郁结。把合枢机解郁结的这两个词开头这两个字连起来，这就是合结，所以这叫合结以疏郁，这就是少阳病的治法。关于少阳病的治进，主要是进汗吐下。后世医家又给他加了一个进利小便。为什么少阳病进汗进吐进下呢？这主要是因为少阳是个小阳，是个弱阳，是个幼阳，是个至阳，是个嫩阳。少阳阳气抗邪的能力不足，而你用汗法吐法下法，对少阳的邪气起不到驱除作用，起不到治疗作用，只能白白地损伤少阳的正气。少阳的阳气本来就是弱小的，你用的治法不能帮助他驱除邪气，而损伤了他的正气，就会使病情发生恶化，而出现各种变症或者坏病。所以少阳要进汗吐下。医宗金鉴用一个歌诀来概括了少阳病进汗吐下的这个内容，我把它写在这里。少阳三进要祥明，少阳病有三种禁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汗沾吐下忌而惊，误用发汗法伤了胃中的津液，就会导致沾雨；误用吐下法伤了心胆之气，心气虚就会出现心悸，胆气虚就会出现精疲不宁。严重的甚则吐下力不止，严重的你误用吐法误用下法以后，就会导致下力不止，不仅会导致下力不止，还可以导致水浆不入。你像底下又下力不止，上面连水都喝不下去，命难生。所以在《伤寒论》里和后世的医家都特别强调少阳禁用汗吐下这种攻邪的方法，这是我们讲的治疗少阳病的常规的禁忌。但是当少阳兼太阳表症的时候，
我们应可以在和解的基础上先已发汗。当少阳兼有理实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和解的基础上兼已卸下。这叫变法。少阳进汗头下，这是常法。兼表兼里的时候，可以在少阳的和解少阳的基础上兼用汗法，兼用下法，这叫变法。知常达变，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关于少阳的概说，我们就谈完了。下次课我们具体讲少阳病篇的原文。好，下课，谢谢大家。